都这么早吗？店长，你是最后一个来了，店长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一般当老板的哪有准时到的你？哎呦，呀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安东军团队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多买点好吧，今天我来当经理的。哎，直接经理，对，没错，321。我在里面，正在。轩哥的粉丝受众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用头砸椰子。 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跳舞。哎呀！欢迎大家参加Momoko的惊喜派对，是小白的乐队，乐队名字叫白日梦症候群。那山南白酒杯，那山腰孤对。